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你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，真的假的？四十年前自由恋爱不容易耶。是啊，四十年前还是戒严时期，你们就可以自由恋爱了。你说呢？对啊，来来，谁追谁，谁追谁？我们是偶然认识的。偶然？那一定有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比较有好感啊。没有，就是同时介绍，然后一样认识。真的假的？然后认识多久又？假假。认识多久又结婚？四年哟，哇，那真的是自由恋爱，后来是结啥？两个。哇哦，那我问你一件事好不好？你不要害羞好不好？你们现在性生活美满吗？很美满。他说很好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美满哦，我要跟你学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轮流好不好？就是我唱一句，你跟我唱一句。先生先来好一遍，五六七，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人。亲密的爱人，亲密的爱人，掌声鼓励。漫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亲密的爱人，掌声鼓励，要甜蜜。